大家常看到这个沙林，对不对？来，麦克风，这样。各位看到这个麦克风，不是麦克风。沙里呢？各位看好，我们常看到很多人拿起来香嘛，对不对？不然就是。但是各位，这个沙里打出来应该是这种声，很清楚、很好听的，是这样。各位，其实沙林哈还很多可以练习，你要试试看怎么打好听的话，是这样，它拿起来这样定，不是拿起来，因为它是圆的，那沙子会在里面一直滚，所以拿起来像这样，定，定，有没有？很干净，有没有？OK， 所以说这个沙林就是要这样慢慢去练出来，很干净。还有也可以这样打，这个叫做鼓啊，鼓啊，这个叫刮胡啦。其实真的，其实它真的是那个葫芦哈，葫芦啊，晒干，这是改良变成木头了。其实真的是要那个葫芦啊，葫芦瓜把它晒干，有那份水啊，有那种就是那种做成的。它把它晒干，你可以纸挖一个洞，挖开以后把纸晒干变成空心的。那这个呢？你看为什么只有这个两个洞呢？就是使用正好就要这个哈，有洞就要放。哦，这样抓住，因为你这样抓的时候，它没有什么共鸣，这样是不是很像？声音差很多。这个呢，它的刮胡的，在拉丁乐器来讲是很重要的。滴滴答滴滴滴答滴，滴滴答滴滴滴滴滴滴滴。有没有？在这个听起来节奏里面很常用，它拿起来是这样刮，刮下去。你还得下再推下再推，不是下再推抠抠下再推抠，把它刮下去，炒热不炒热不切切切，那刮下去的时候要刮深一点，才会变苦了。但是我们常常呢把这个乐器呢来模拟什么？不是青蛙，鸭子在走路的感觉。好，像木那个我段子不同，产生的音色都不同，这是一个。老鸭没老鸭有没有？老鸭走路不是这样。啊，小鸭是不是？对，你看是不是用这种非常模拟这种鸭子走路的？老鸭来了。小鸭来，好，这叫什么？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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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用，来把手拿出来，大拇指放开，好，拿起来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阿奇老师跟随，阿奇老师，谢谢你，OK， 所以他打的时候，你看，他是这样一个面，是这样去打他，他有三种音色去转变，一种叫 open， 一个
这个叫贝斯，贝斯，一种叫 slap， slap， 对 ，slap 音，哇 ，PG，open， 贝贝斯 slap， 有没有？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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